准备好。或许你早已听过我的命运，我为族人抵挡恶魔入侵，结果却被囚禁了一万年。但我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，泰兰达救我出来，寻求我的帮助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心猛烈跳着。然而与我血脉相连的兄弟还是把我当成恶人，处处提防我。伊利丹，对上阿萨斯。我会证明给他们看，恶魔是打不倒我的。我之前赶走过他们一次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你的意志真的属于你自己吗？敢来找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会发现，我跟你可是不相上下。你散发死亡的臭味。我会指引你们。森林充斥着腐化，这是提克迪奥斯的杰作，他有个强大的神器叫做古尔丹之炉。跟骨头一样脆。在召唤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说这些只是想引诱我去偷那东西，但这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效忠的主人会因此得利。释放魔德，我会复仇的。让你见识一下这把刀刃。神的我会复仇的。
亡是最强大的力量。我是女神的刀刃，要有灵魂可以吞噬。孤独，我孤独。没有眼睛，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一直打下去，但我还是没有理由相信你。我的主人洞悉了一切，他知道你一辈子都在追寻力量，拥抱力量，消灭你的敌人吧。虽然我完全不相信这个陌生人，但那个冰冷黑暗的牢房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。我必须要确保自己再也不用回到那座安静的地狱，所以，我寻找提克迪奥斯。对上提克迪奥斯！站住，弱小的家伙！这些恶魔一开始总是小看我。古尔丹之炉就在这里，它是我的了。没有办法，把他们当朋友。仇的，现在要保护你们的小森林已经太迟了，这种腐化不会消散。你可能会惊讶，但我其实不太在意风景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必须保护这片土地。钢骷髅的金身魔钢，面对师父无群吧。其他精灵一下子就倒下了，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放我出来？尽情享用吧！你的敌人比你以为的还多，我是你的伙伴派来的。嗨，我看不太可能。我会
会复仇的。让人厌的凡人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我绝对会复仇。我会复仇的。我会复仇的。太好了，这是我的了。我终于完整了。什么？你是谁？京剧领主，让我们看看你要怎么对付同类。你们对我弟弟做了什么？你认不出我吗？我打败了不死生物的首领，你的森林会恢复的。代价就是你的灵魂吗？离开这里，永远不要踏上我们的土地。就这样吧。遭到流放之后，我不得不寻找新盟友。恶魔领主基尔加丹给了我一个从燃烧军团获得救赎的机会，我只需要杀掉他那失控的仆纵巫妖王。我心怀感激地接受了。我以前背叛过恶魔，我很明白我会再背叛一次。在此同时，看守者也无情地追捕我。伊利丹，对上马伊夫。你总算来了，一切如我所料。伊利丹，你这个罪大恶极的逃犯，我要把你送回监牢。你可没那么天真，一定知道为什么我要来这种地方。你沉迷于萨格拉斯的力量。没错，不过我只需要一小部分，光是眼睛就足以摧毁我的敌人。古尔丹为了得到萨格拉斯之眼而死，难道你要重蹈覆辙吗？别人做不到的事，
我通常能做到。追上去！典狱官，你永远比不上他。钢骨的真是魔法，为你的罪行忏悔吧。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，我绝对会复仇。到底要死多少人你才满意？你根本不懂我真正的目标是什么。帅就是生命。帮帮我这个疲惫的旅行者好吗？见你释放我灵界的绝地。你的行为偏离正道。你需要祝福吗？我会追杀你直到天涯海角，发誓。不要打了，要打竞技场的。黑暗中与世隔绝这么久，能不疯吗？现在轮到我把你活埋在这里了。马义夫想办法活了下来，然后召集叶精灵攻击我，
正好就在我打算对巫妖王用萨格拉斯之眼的时候，我原本能杀掉巫妖王的，我有那股力量，结果我却要面对更多指责。伊利丹，对上马法里恩。结束了，弟弟。不，那个法术还没完成。妖影结束，完工了。发现吗？我正打算攻击不死族，我们共同的敌人。你的邪恶计划到此结束，因为你的关系，泰兰达死了。什么？是天谴军团杀了他。那
应该不是事实。你知道我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，我也来帮忙找他吧。伊利丹，我真的能相信你吗？哥哥，我用生命发誓，我一定会带他回来。比活着的时候还好。杀！没有人能拖住天剑军团的脚步，我会复仇的。快点，不行，你人太好了。你不信任我，林姐的决定。伊利丹，这是你的诡计吗？你是亲自来这里解决我的？不，泰兰达，拜托你相信我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！灵魂啊，我会指引你的。冒了这么大的危险，为什么？不管我最后如何，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什么样子，你都要记得，我永远都关心你，泰兰达。伊利丹，我们之间有过许多争执，不过我自己现在希望一切到此为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和平共处吧。我们之间的争执终于告一段落了，但我知道，因为我没有消灭巫妖王，基尔加丹很快就会来惩罚我。我得去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地方。
外域，兽人的故乡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得把那里的恶魔先赶走。伊利丹，对上马瑟里顿。我的力量所向披靡。的确，但你不是无敌的。愤怒的时刻到了！我是万域之王，你征服不了我广阔的堡垒。我们等着瞧。阿拉莫谢纳，我最喜欢。完工了。我们德莱尼一直独自与恶魔作战，有了你的帮忙，我们能彻底终结他们的诅咒。阿卡玛，你的族人一定能成功复仇。我们听候你的指挥。这座堡垒原本是你族人的神庙，我会扫荡这里的恶魔。我们由衷感谢你。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听着了不起话了。阿拉莫，阿拉莫，谢纳！把这些烦人的小虫子赶走。就是生命。我会复仇的。不准越线。是做得好，我就知道可以信任那家。这些傲慢的小东西，血手法灵能量，我的同胞沉浸其中不能自拔。
仇的。尝尝我的厉害。我会复仇的。您这两杯酒啊嘞。我们的战士会战斗到最后。凯尔萨斯，你的攻势非常英勇，希望我的同胞也能这么可靠。血债血还，血债血还，放你血足了。阿拉莫谢娜，瞄准轮子，我的手排满了。我是来找朋友的。笨蛋，跟我走。阿拉莫谢娜，正中目标，尝尝我的厉害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。哎，不准越线！啊！
会享受。法力没有能耐了，我的同胞沉浸其中不能自拔，把他们处理掉，尝尝我的厉害。招了猎物了，瞄准轮子，找到猎物了！现在喜欢我的厉害！陌生人，你是谁？你是燃烧军团派来考验我的吗？我是来取代你的。从此刻开始，整个外域都得臣服于我。胜利的快感没有持续多久，基尔加丹抓到我，要我回答扩张军队的理由。我只好匆匆捏造故事，说我为他组织军队来打败巫妖王，他居然蠢到相信了。我把外域留给阿卡玛看管，然后回到艾泽拉斯，前往冰冷的北方。伊利丹，对上努巴拉克。阿萨斯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伊利丹，你看起来不太一样啊，你是不是不太适应古尔丹之炉？阿努巴拉克，别让任何人干扰我。是的，主人。阿萨斯最近的伙伴还真是奇怪。你也一样。我是阿兹欧奈优的古代国王，如今听命于巫妖王。我很清楚他这么需要盟友的理由。为了那油，这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，你应该乖乖待在地底下才对。钢珠的精神魔钢，我有我自己的力量，之前我差一点就杀掉巫妖王，现在我会完成这个任务。你忘记了一件事。那是什么？阿萨斯。杀杀杀。帅就是生命，灭亡。
的时期到了。自拔。我会复仇的。完工了。你在挣扎。萨斯的实力有长足的进步，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就要命在逃吗？我感觉到你在挣扎。毁灭正等着你。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。错了吧，全都徒劳无功，感受奈优的恐怖。时间了，我要亲自对付他。我们来做个了结吧。某种程度上，我很同情阿萨斯。巫妖王操控了他，就像基尔加丹利用我一样，但是他不够聪明，不去反抗。我这辈子都在质疑一切，从不相信任何人。那个可悲的男孩绝对不可能做到我这种程度。伊利丹，对上阿萨斯。时候终于到了。今天之后，天谴军团肆虐就要结束了。这不会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
如果能再拿下更多方尖碑，就能困住阿萨斯。宾至如归，你别想再继续嘲弄天谴军团，我会让你想起死亡有多可怕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宾至如归。就你一定唔识噶啦！我不畏惧死亡。小心，伊利丹！要是他控制了所有方尖碑。我们就没办法抵达冰封王座了。我知道，我会复仇的。废酒娘早早给你下的啦。要有灵魂可以吞噬。没有人能击败死亡。我有偷偷地练习噶，我会复仇的。我有偷偷地练习噶，我有偷偷地练习噶，我会复仇的。你愿意付出多少牺牲？我有偷偷地练习噶，拿下了。我有偷偷地练习噶，嘟嘟，乖乖。啊，凯尔萨斯，你还在气珍娜选择了我，而不是你吗？你已经夺走了我身边一切重要的事物，我现在心中只剩仇恨。又拿下一个了。我有偷偷地练习噶。编了，帅就是生命。
仇大！我的同胞沉浸其中，不能自拔。控制，冰封王座正等着我。恶魔，滚开！阿萨斯，我发誓要毁掉他，我说到做到。休想！离开这个世界，再也别回来。如果你敢回来，我会在这里等着你。阿萨斯成为了新的巫妖王，吸收了连我都敌不过的力量。我回到外域，留在黑暗神庙。我以为吉尔加丹会再次对抗我，所以组织了一支残暴的军队要对付他。从我前盟友的角度来看，或许我是做得太过火了。你会背叛，倒是在我意料之中。我早该杀了你和你那些畸形的同胞。我们要终结你的统治，伊利丹，外域会重获自由。动人的演说，但是光会说没有用。好，这是做给我的吗？立刻出击！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，休想碰到我！头大，再热一点。一定要击败背叛者！你居然叫我背叛者，真好笑。
处理掉。我会复仇的。王子变青蛙，感受你造成的痛苦吧。就这一点本事吗？你们心里只有这么一丁点怒火吗？他们的怒火根本比不上我的，伊利丹。马叶夫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很久之前就击败你了。我说过，直到天涯海角。我说到做到。血流成河。完工了。我绝对会复仇。
完工了。不要打了，要打是竞技场打。不要打了，要打是竞技场打。不要打了，要打是竞技场打。烧起来！全部都烧起来！全部都烧起来！结束了，你被打败了。你赢了，但是猎人没了猎物，就什么也不剩了。你没有我，什么也不是。我以为已经结束了，这漫长又悲惨的旅程，终于能痛快地讨回公道，画下句点。但是没有，就像我经常被人误解一样，我也误认为自己还有许多机会。只能说命运中总是藏着层层诡计。我尽了一切努力扮演好我的角色，也克服了许多缺点，但要记住，事实总是比你听到的故事更加复杂。的子民，伊利丹，我们都尽力了。每个选择，每次牺牲，都是为了来到这里，跟他做个了断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要是不狩猎，就不叫猎人了。你看不见命运吗，预言者？命运，我们的存亡由不得命运决定。圣光保佑你，伊利丹怒风。到此为止。